欢迎来到嘻哈乐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刚更新完之后呢，有多了一个这个积分狩猎战的模式哦。那我就是这个，再看哦，这个名字在上面选了这个。他说呢，以前呢好像有出过啊，只是后来被换掉，现在又重新复出啊。我是对以前出过的没什么印象啊。那大家可以留言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以前到底有没有出过这个模式。那大家看我格雷特啊，十级了。那我们在以前就有拍过一部影片，是我用一直狂刷战队里面的那个能量点数，把我们格雷特升到十级了。不过因为我们就没钱了，所以原本十一级目标失败。但是那部影片因为还在剪辑，所以可能不会这么快传。那这部因为是测试这个模式嘛，我们就会测试这个我自己觉得是新模式的东西，那所以会优先传哦。所以那部影片可能以后才会让你们才会看到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这模式其实我还是没有到很清楚到底怎么玩哦，反正就杀人就对了啦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！哎，又杀一个人！啊，死了！想说大家逃一下，可是还是死，然后就死了。没关系哦，不浪费一个大招是比较可惜啦。我打不到他，那个布洛克虎视眈眈啊！哇，我们这是新佩妮哦，这佩妮改过的哦，感觉就很屌哦。哈，浪费一个武装，真的是死得很惨啊！到现在才杀一个人哦。反正这模式就是一直杀人就对了，然后一被杀的话也是几秒就会复活啦，还不错的。啊，我要冲下面那个卡尔残血，我等他给我冲哥尔特，才大到要秒啦哦，每次都被他的治秒害死。没机会，我现在第十名啊！哇，不是啊，太衰啦！我们把我们的大王杀掉了。哎，那比巴真的是齁，哦，我还是第十名啊，看起来获胜几率极低啊，输了，第十名。会扣几杯？扣四杯哦，好多、哦。不行，真是太弱了，也不能这样说啦。对这个模式太不熟了。对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这是也是更新过后新出的嘛，对不对？也不能算是新出，就是改过的，我们改过的佩妮啊，样子呢也完全变得不一样哦。然后旁边的小提琴也变成他身上的那个宝箱了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，一边试我们这个不同的模式，一边来试一下我们改过的佩妮哦。封面也换啦、啊，我们的佩妮先试一下他普招啊，长度没变，嗯，打寒色看看，打不到，好可怜，哎，加不来了。有没有说，哎，奥神还是钱？他是伤害变高还是怎样、啊？我是说他不是有改过吗？他是改成怎样？只是样子变了而已啊！逃跑，逃跑，逃跑！残血，快逃跑！我根本没办法瞄准哎、欸！我一拉那个瞄准器，他就直接给我射了，让我找半天才是杀掉。他第十名了，你信不信？又是残射，我是能比他近啊，亏。哇，他是烧伤好大、啊！哇，这烧伤不简单嘞、欸！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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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人家都复活，这他那边哎，然后我旁边没人，然后我好惨，我大招哎、欸！突然要冲我了，我就知道。哦，
我快晕倒了，完全杀不了人啊！又排名第十了，很烦欸。还是排名第十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打不赢比巴。刚刚那个台阶还不错吧？哦，真的是这模式哈，每次新模式测试我都玩得很烂啊。不行，我们再试一下，看还有谁可以给我们测试。罗拉吗？不要。好，测试一下。随便玩玩啊，一直赢不了这模式哈。看来真的我都不适合玩新模式。有啊，这是比较顺哦，一次就先杀两个人哦。排名第一有皇冠哦，有皇冠哦，有皇冠哦，来，要挑战我吗？要挑战皇冠吗？你确定你要挑战皇冠？你确定呢？确定要挑战皇冠？你看就被杀了嘛，确定要挑战皇冠？有皇冠哦，确定你要挑战我？确定呢？要确定呢？好，这是有机会赢哦，各位，这是玩得很顺啊，是不是一个大王哦？哇，五个人了，再差一次就赢了，差一次，好像皇冠，哇，真是很顺啊！我们的大招，赶快赶快救我救我！哇，死了死了，虽然还是排名第一哦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有防护罩，赶快赶快，还是有皇冠哦，再差一次就赢了，赶快赶快哦，赶快！哎，他被我们毒到，可我打不到他，重点啊！啊啊！我整个傻眼欸，难得玩那么好，还对人家先得第一名，傻眼欸，那最后一秒还给人家这样赢过来，又差一个人欸，哎呦，好啦，真的非常可惜哦，不过没关系，至少还有第二名啊，不过前两场输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，那记得订阅 下面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